喺温哥華呢度呢個星期咧，就會有一個嘅畫展舉行嘅，係講國畫嘅。唔知道大家對國畫認識有幾多啦？喺今日咧，我哋就請嚟咗一位嘅台灣嘅國畫大師，同我哋講下咧佢嘅作品。呢位國畫大師咧就係台灣嘅著名國畫家歐浩年老師嘅。咁歐老師，知道你今次嚟咧係參加一個叫做水墨台加一，其實是台灣國畫家的一個畫展嚟嘅。但如果講你話係台灣的國畫家，其實有啲尷尬喎，係嘛？係冇尷尬的行遍天下，歐浩年都可以通的，所以台灣對我來講咧係有五十年的生活，五十年的體驗，咁當然可以解讀為台灣畫家咯。咁喺香港咧，又係我曾經少年時刻，在依個同趙老師追隨趙老師嘅呢個時段咧，亦係好重要噶啦。因為嗰個少年嘅時段咧，係養成歐浩年嘅成為畫家嘅努力啊。是非常非常有这个深刻不能磨滅的歷史在裏面，所以这个都是歐浩年很重視的。還有呢，中國大陸啊，这个祖國的河山，從北到南啊，黃河長江啊，五岳啊，黃山啊，这个都是歐浩年要去涉獵，要去呢個瞻仰，要去寫生，唔單就係咁樣去遊覽一下，係事實上好似黃山，我曾經六次上黃山，包括平日嘅日子，包括落雪嘅日子，我都爭取到機會上黃山，包括落雨嘅日子。咁呢六次裏面，當然就等我有機會將黃山或者其他嘅山，好似華山啊咁樣，或者係泰山啊咁樣，咁嗰啲山水就係我嘅要學嘅中國畫要認知了解嘅中國嘅大山大川咯。咁知道你今次你不嬲嘅作品咧，其實有好多嘅名山大川啦。咁你今次帶嚟温哥華嘅作品有邊啲咧？我今次只有一張山水畫咧，就係赤壁夜遊畫蘇東坡先生當年響呢個困頓嘅環境啊，被人排擠嘅排擠嘅呢個咁樣嘅歲月。依然是坦蕩蕩咁樣嘅心態去遊赤壁，咁依個就係東坡先生嘅排佢個懷抱啊，係可以講係相當寬大啦，而且就等我哋學習蘇東坡先生嘅胸懷，佢嘅對山水嘅遊山湖水嘅嗰種情趣啊，咁就等我更加努力，想去寫生，然後去學習點樣畫好山水嘛。咁赤壁係你帶嚟嘅其中嘅一幅作品。其中一張作品。係，咁另外嗰幾張作品，即係其實六幅作品之中，你有冇咩特別一幅係你覺得最能夠代表你自己嘅藝術成就嘅？或者我哋講就選有一張以人物畫，然後柳心花明啊。花名咁即中國畫裏面嘅一個楊柳心心軟嗰種趣味啊！咁我提咗字咧，用全書去提咗柳心兩個字咧，咁依個我等大家要睇一下，唔止係欣賞歐浩年嗰張畫點樣畫嗰個景物、人物或者係樹木，再注意到上面所提嗰兩個字，究竟在書法上點樣能夠表達一張畫嘅進一步深入嘅趣味啊，而唔係
浮光掠影啊，唔係嗰個輕描淡寫而已。所以在六張畫之中，呢一張畫或者係代表性最強咯。嗯，其實如果講話即係要講今時今日嘅中國嘅中國國畫嘅畫壇上面咧，如果你去評價咧，其實最合適不過，因為你係嶺南畫派嘅第三代嘅傳人啦。咁如果我哋講話嶺南畫派，咁我哋都知道啦，嶺南畫派講究咧就係有中有西，有古有今，咁所以其實可以講話係最有持續性嘅一個中國畫派嘅畫派嚟嘅。嶺南畫派因為同呢個時代係緊扣一齊咧，咁依個係乜嘢時代呢？就係西方打破咗東方嘅依個中國人原來嗰個嘅文化嘅環境，所以依一代嘅努力咧，既然係打破依一個關頭，就係點樣能夠亦注意到西方人畫畫所做的一些什麼，不單止是現代的西方人，是整個千百年來的西方人，每一個不同世紀的西方人所做的努力，而中國人能夠涉獵這些地方，然後呢，你可以說將中國人的對世界上國際上所有的學問能夠都涉獵到這樣的程度，然後就是真的可以增加中國人對於繪畫能夠超越個時代不同的努力，所以這一點來講呢是重點。而其他所謂對嶺南畫派怎樣講法都是不重要，最重要就是那個時代的脈絡，然後嶺南畫派呢能夠依然將中國傳統那種最重要的筆墨、最重要的這個章法、最重要的文化思想納入嗰個畫中，先正係真正係達到將嶺南畫派嘅畫風發揮。所以年輕人要投入嶺南畫派咧，雖然咁樣講係好辛苦，要去做咁多方向不同嘅努力，但係冇辦法。事實上，你要一個努力真真係達成呢個肯定嘅具體嘅成果嘅話咧，當然唔係浮光掠影啊咁樣就做到噶，當然係要真真做好多不同個努力，克服好多困難咧。咁我就要求嗰啲真係有志於寫中國畫，係嶺南也好，嶺北也好，中原也好，咁大家都要共同努力，投向乜嘢啊？投向將中國畫嘅傳統精神好好發揚之外咧，能夠將西方傳統以來所做好多嘅努力都掌握在畫中，然後咁樣嘅時候就係真真個成就嘅成果。多謝曬歐老師。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如果要真正去領略咧一幅畫嘅精髓咧，其實唔單止用眼睛，亦都要用心去感受。而你之前嘅所有嘅經歷咧，亦都有能夠幫助你咧點樣去欣賞一幅畫嘅。咁如果想欣賞一下呢個歐老師嘅真跡嘅話咧，咁亦都要把握呢個機會啦。係。